饮。第一道甜点，毛巾卷蛋糕加卡兹泡芙。好，松软绵密，吃起来有爆浆的口感。好，和吃一口宛如置身仙境的卡兹泡芙，我们请店家来到现场。来啦，阿姐，阿姐，阿姐，好，这厉害在哪？第一个是卡兹泡芙，卡兹泡芙的话，它就是有点类似法国的闪电泡芙，只是我们会在它的外表再放一些坚果跟一些芝麻，增加它的酥脆度，它的菠萝皮，所以我们可以吃了吗？可以可以可以。它的内馅是什么？它的内馅是卡士达，然后还有新鲜绿葡萄，就是会加当季的水果。因为人姐吃的是红豆玛奇，有啊，这里有绿葡萄啊，两种口味，嗯，这是玛奇的红豆玛奇，红豆玛奇跟卡士达。哎，那不是可以吃吗？怎么不吃？我们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好，你给我忘了，我忘了。我想说你们怎么看着在发呆？没有，给我吃也是浪费了，我无法分辨好吃难吃。哎，然后呢？然后，再来就是千层毛巾卷。那外面一般的话，千层都是煎一层一层，比较22节。那我们是刚好朋友有想说啊，要不要做个毛巾卷试看看？然后就是做千层，做蛋糕卷的样子，像毛巾一样。特别哦。那会跟当季水果做搭配。巧克力的话是巧克力奶霜跟新鲜香蕉，然后香草的话它是加卡士达，然后北海道奶霜，然后跟现在刚好是草莓季，我跟你讲，它的这个毛巾其实就是千层蛋糕的一层一层的那一层，它把那一层扩大之后用成用卷的，它不是一层一层的涂的呀。OK， 因为你看什么只吃香蕉啊，只吃香蕉这样吗？那个巧克力巧克力，我都爱想吃香蕉，浪费耶。你这个草莓呢？草莓是台湾的草莓，草莓。台湾现在很多草莓都大，大户草莓做这个形状蛮厉害。嗯，梅姐你是专家，梅姐你觉得怎么样？它这个红豆就是真的吃得到颗粒的，对，很香，我们好想吃。啊，你天天有出国去学？有去过美国哦，也算是比赛去。好，第一题，请问红丝绒蛋糕听过没？听过嘛哈。很多杯子蛋糕有红丝绒杯子蛋糕，对不对？它是一种鲜红色的巧克力蛋糕，当初取名为红丝绒的原因是什么？ A 口感如丝绒般滑顺， B 数量如丝绒般珍贵，请举。好，想清楚哦，想清楚的关键是怎么样呢？你们能吃不能吃？如果错的话就整个收走了，请举牌。哇，好像不一样哎。对称，很对称。先看 KOL 怎么说，他们的意见就很有参考指标了。好，那这一题呢，我会选择 A。那我是使用删去法，我个人是觉得呢 ，B 的答案感觉怪怪的。早期甜点应该都蛮珍贵的吧，不会特别就是丝绒蛋糕很珍贵而已，所以我会选择 A。我选 A， 因为我觉得取叫丝绒就觉得应该是很绵密，入口即化。那像丝绒般的巧克力蛋糕，就一吃下去就觉得，哦，好好吃，很绵密，一入口即化这样，所以我选 A。好的，所以正确答案是 A， 选 B 的是果果跟我们的宇轩。好，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好，来来来。哇，好，收走了。对呀，他闻到那个味道，差点流泪。接下来谁会知道啊？别插嘴，别说。等下再错，连桌子都收走。为什么呢？因为还要喷嘛，还要吸啊，还要喷。红丝绒蛋糕的制作原料呢，有可可粉。我知道的 recipe 里面要加白醋，它会产生这个红色这样子。对，而且红丝绒蛋糕呢，就是好了，我觉得加 cream cheese 真是太棒了，对啊， OK， 好，带一点酸味会很棒，对啊，所以恭喜啊！哎，可以加一次，已经开始吃了。我刚吃了一口那个泡芙，它的那个卡士，因为我一般还蛮怕卡士达酱的，但它的卡士达酱是非常清爽，哎，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腻的感觉，多一分的感觉，就刚刚好，而且它不会过甜。对，你这个红豆泥，你坚持它要有颗粒，你有没有挣扎过？因为还是会带点颗粒，会口感会。你坚持要颗粒，丰富一点，不要丰富。哎，怎么样？我刚
刚刚先吃的那个巧克力的这个千层蛋糕，哎，因为我其实说实在，我吃千层蛋糕我会有点怕，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奶油多余的奶油挖出来。可是它这个就超级清爽，因为它的果粒给的很大颗，所以吃进去你会觉得那个蛋糕感跟那个比较油腻的感觉是完全减少的，我觉得这个很棒。嗯，对，我觉得它的甜点都走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就视觉上给你很丰富浓郁的效果，但入口以后是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清爽。而且如果你这个红豆在日本的话，它会再加两倍的糖。对不对？对，所以你刻意有在压低这个甜度，低，因为台湾非常低的比较。不喜欢那么台湾，你如果做正统的那种日本红豆的那个甜，太过分了，是卖不掉。所以要硬要叫你弄的甜，你也会有办法搞得很甜，可以硬弄也可以。没有他们，我跟你讲，在台湾的甜点师傅不是要搞甜，是要搞不甜，是越不甜越对。有办法弄得像美人姐这么甜吗？可以。你卖惨了，不是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说台湾的甜点师傅很厉害？因为都减糖，就是你要知道糖在甜点里面，它不是只有味道的作用，对不对？化学作用，它还有体积的作用，它有口感的作用，可是都要在减糖的情况之下，又要维持它其他的它的body，它的结构啊，那个真的是对他们是考验，对不对？这样讲，姐姐有没有了解你们？有，非常了解，了解。你们一定没有吃这个饼干，这饼干泡芙。对，没有，我说它这个泡芙体很好吃，当然，脆耶。它多一个弓在哪里？一般泡芙就是白白的，所以它有这个皱褶的感觉。这个是菠萝面包的那个菠萝，那个皮。可是呢，它那个菠萝皮呢，又不能像菠萝面包那样子的感觉，你懂吗？所以它必须跟它原来的那个饼皮要有结合，然后它带一个酥脆感，对不对？非常脆，对，所以叫卡兹泡芙，所以你咬下去会卡兹。我觉得我快要吃完所有。对呀，厉害呀！哎，最会讲口感的武雄，你觉得怎么样？好吃吗？我觉得好苦啊！哎，你的店开在哪里？开在高雄市盐埕区。高雄啊！哇，你刚路从高雄过来的。对呀，哇，谢谢！好，大家有空要讲高雄盐埕区，应该就知道你在哪里吗？五福四路呢？五福四路只有一家甜点店，好不好？多的我们不能再讲了。高雄，高雄的讲法，那哪喝家？小喝家，对不对？有共鸣啊！我说，你讲一句小喝家，小喝家。对，OK， 谢谢阿杰，谢谢。下次我不想再看了，我想看到你，我想要看到你。我也有。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如果有人喜欢我们的讨论，大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按下小铃铛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那还想看其他更多影片？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8月1日起，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请锁定。我就问你正常吗？